一个问题，你相不相信所有人都可能成为杀人凶手？我们于本月初呢，发现了一个装有女性断掌的礼盒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我叫郭小琪。这个凶手根本就是把杀人这件事当成杀的创作。你要我怎么做？连最聪明的检察官郭小琪都没有办法，我还能有什么办法？如果你有机会救你的家人，你会怎么做？凶手利用媒体把我们都引过来，他在玩我。那个没用的废物警察，你只是一个无能无用无存在感的社会寄生虫罢了。我们跟你讲什么道理？对受害者家属而言，他们要的就是一个结论，但结论必须基于犯罪事实，而不是随着媒体报道臆测与想象起舞。在你心里，我弟是凶手。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们为什么总是要针对我？我弟他什么都没有做。我一定会去处理掉那个家伙。为什么要杀人？我女儿在哪里？你出来！你不是说要抓我？你不是说我玩完了？